中心大概是成立在1956年，好，那当时是就是文学院的院长梁实秋，好，他办了第一届，那当时就是说希望能够推广中国的一个语言的中文的一个语言的教育。那我们大概每一季会有差不多将近1500个学生，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以人次来讲，因为会有新生跟旧生，大概有6000个人次一年。好，那这个是就是说那这些学生大概是来自70几个不同的国家。目前大概过去5年我们推的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 MTC Online。好， MTC Online 基本上就是一个远距教学real time 就是即时的一个远距教学的一个平台。那大概这个东西就是说机制上面就是他报名，学生报名，然后跟老师约时间，然后就可以再做一个实时的 real time 的一个上课。那MTC Online 大概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成长算是蛮多的。那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未来华语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对于他学生没有办法亲自飞过来学3个月或6个月中文的一个学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智慧教室，啊，智慧教室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就是能够透过一些这种资讯的一些技术的平台，能够让教室的管理更加的有效率，好，所以就是包含学生点名，然后教师点名这些东西，那我们基本上都在采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那未来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会目前就是说一些纸本的，就是说可能在一些布告栏上贴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异化，也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异化的看板来呈现这样一个材料，就是说去让资讯科技的技术哈，在华语教学上面能够提供更大的一个辅助。那我想就是说，目前的成效其实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会一开始会先跟老师跟同学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沟通，就是说告诉老师和同学为什么我们要想这样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对大家去有什么样的好处。啊，大部分老师我想也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目前在使用这系统上，我们感觉到就是它对我们整个行政的效率是很有帮助。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使用上面。就是我会建议说，如果就是其他不管是语言中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机构，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希望说他在整个行政的效率上面能够更提升的话，其实我是蛮建议这样的一套系统。选择一个平板电脑，当然它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那还有后续的资源，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 Qbic 的总部在台湾。对我们来讲，当然就是能够得到比较及时的协助。然后呢，系统方面，因为有一个 RCC 的功能，这个 RCC 的功能对资讯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界面。那我们可以透过云端操控，就可以连到近百间的电脑做一些系统的更改、系统的维护之类的，就省去了到现场的时间，然后可以有效的降低一些维护的成本。然后呢，并且还有一个定时开关机的功能。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那么浪费电。然后，如果可以适时的开关机的话呢，也可以延长生产品的寿命。首先就我而言，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学生以前进来的时候需要轮流签名，那一张签到表就一直轮，现在只要一进来的时候就立刻打卡感应就可以了。那以前他们上语言辅助课也都需要带着这一张，进入的时候盖进入的时间，离开的时候再盖一个离开的时间，老师每个月都要收回来帮他们一个一个统计这个月到底他是否已经达到语言辅助课所要求的时数。现在装了平板电脑，每个月都帮我们带出总时数，我们只要把结果输入到成绩里面就可以了，节省了非常多时间。还有像是过去以往中心都是用广播的方式来公告或者是宣布一些事项，那不管是上课或者是下课，不管是大事或小事，全中心的人都听得到。那现在有了平板电脑，那中心人员就可以直接用推播的方式将讯息传送到指定的教室。那相较于以往，这个真的方便许多，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Honestly, yeah, because when I went to class, you know, we used paper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the system before was really, really troublesome in many, many aspects. Like, for one thing, if you lost a piece of paper, that's it. Your record of all the classes you went to, that's gone, right? Also, if you had to find out about any activities or anything that's going on, you had to go to the office. Really, it was just a lot of trouble. But with this new system, I come to class, swipe my card, I take a look at the screen, I pretty much know everything. And also, if there's any kind of disputes with the teacher about my attendanc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y could always just check the record. So honestly, I think it's made life a lot easier for everyone. 目前我们进去教室之前一定要报名。现在呢，我觉得很方便，你只需要把学生证刷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方便，而且，这样的办法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地球，因为这些纸是浪费的。另外，我觉得在如果有很多的学生，那我们会排队打卡改账。所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系统会，就是把我们的进教室的速度变得很快。哦，对，其他的功能也可以从最新消息中接到最近中心要举办什么活动，像最近中选圣诞晚会的表演，还有秋季旅游可以报名。本来我不知道那些活动，后来因为这个系统我知道。因为师大地点很好，学校的教育也很好，上课以后才发现，师大比我想象的更好，因为老师都很热心，还有很多种大班课和校外活动。因为我现在进教室只要拿学生证，感应一下就完成点名。但是不止这样，还可以看到以前上课的记录，还有学校的新消息和下一个校外活动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而且我还有觉得对环境也很好，因为不浪费很多纸，